为人间眷恋之味，温一壶清茶，看时光静美，杏花流水，看鱼儿飞，且尽眼前美酒一杯。可谓心之所向年岁，煮一更朝露饮明月星辉。少主胤禛，季川命赴李氏听旨。季川李氏温良淑德，品行兼优，贞顺自然，言容有则，经册封为六少主夫人，已成佳人之美，望今后与六少主举案齐眉，琴瑟和鸣。谨遵旨意。啊，嗯，我想吹个灯。甭吹了，这。草丛的事儿，你知道你在苍河镇生病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吗？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如果在我的照顾下你还是死掉了的话，按照新传律例，我应该是被问斩。我就在想，是直接殉情呢，还是等候问斩？后来想着想着，我竟然一点都不怕死了。只要能在你身边，好像怎么样都可以。你刚来新川的时候可是一心想当寡妇的，如果我真的死了，你说不定就是没梦。我胡说的，这种话以后不能再说了，不吉利。这有什么呢？当寡妇身上有许多怀冬，这件衣有吗？为何心有恍惚？为何有踌躇？我要亲自查看一下。怕你从我眉目看穿幸福，语不清，言不无，心生几分情愫。倾诉眼眸中所属，此时一切烟花微风，万年三为五，往昔皆为数。你我心若相知，又何须再躲避处？万千思绪不知归途，情深无觅处。
间，眷恋之味，温一壶清茶，看时光静美，杏花流水，看鱼儿飞，且敬眼前美酒一杯，为心之所向年岁。一生人平日里都是到自然醒，所以很少有早餐，有馒头是不错了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月老庙不会不开门吧？月老庙应该开吧。我们要去月老庙。岳父同意了，带你去月老庙，立誓定盟。烛影幽微，有一盏静待我归。寻常一书一番的多，姑让你代理朝政呢。那自然是先和父亲请示，权责划分，督促少主要臣各司其职，大小事情谨慎处理。如果遇到不能决断的，800里加急禀报主上。好，就这么办吧。是姑当年从先主手中接下的。云章，姑现在把它交给你。儿臣定不辱使命。而且你就要常住新川了，现在是你最最最后一次反悔的机会，你要不要再考虑？我愿意，我愿意跟你留在新川，愿意成为你的妻子，和你永远在一起。我愿意。小女李薇，以余生向神君起誓，要让胤禛快乐，跟他白头偕老。若为此事，所求所愿皆不可得。既已立誓，永不更改。在下胤禛，向神君起誓，我要学遍这世间所有美食，做给李薇吃，把她养得白白胖胖。凡事都有商有量，别人有的，我妻子都会有。我会努力成为那个值得被爱也深爱他的。如有违约，天打五雷轰碎了我，然后死去山千位。可别胡说了，这月楼很灵的。就是因为灵才有这么历史啊。反正不能这么说。好，干嘛呢？摆盘。这些菜有些眼熟啊。这可都是你着选的时候偷吃的菜，
今天日子特殊，我就让刘宝全重新做那份。要不是有这些菜，我也不会认识你，更不会娶到你。得了吧，你那时候娶我只是为了给川主分忧，说的像那时候就喜欢上我一样。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所以你是从那时候就喜欢上我了？那倒没有。不好笑。嗯，生气了？第一次见你，你把菜摆成这样，我都没有生气。你看。